我们刚刚讲到这位朋友，他40岁，接受5天呢圣贤的教诲，内心啊升起很大的欢喜，有很大的体悟。所以在第4天的时候，一大早啊，刚好早饭还没准备好，他就约我，他说要跟我坐下来聊一聊。我的感觉就怪怪的，那我坐下来就有点如坐针毡。他马上啊走到我面前，他说我这一辈子啊只拜父母，只拜老师。我一看呢，大事不妙，赶快跳起来。确确实实啊，是因为圣贤的教诲啊，让他很感动。我们没什么功劳，所以承受不起。结果40岁的壮汉，一把就把我纤细的双手抓住，哎，我不知所措。所以我看他这么诚意啊，我们就心也安住了，成全他这一份恭敬之心。我们也感受到啊，我们肩上的责任啊很重，希望啊透过我们这一些课程，能够真正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确确实实中国的古圣先贤非常伟大，中国的古圣先贤一定可以让我们透过他们的教诲，让未来21世纪能够得到家庭和乐，社会安定。所以诸位朋友，纵使你现在已经40-50岁，纵使你的孩子已经20几岁，你都不要害怕。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只问我们的道德学问够不够啊，绝对不要担心别人不改变。好，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为什么孩子会懒惰，根源在哪？诸位朋友，我看你们现在也很会分析的。孩子懒惰啊，不可能是长大才养成，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所以教育为什么一定要抓得越早越好？因为一旦养成就不好修正。所以我记得我这个外甥，他小的时候刚好看到母亲在擦桌子，刚好呢妈妈擦到一半有事先去处理，这个孩子看妈妈在那里擦半天呢，他就跑过来拿起抹布也在那里模仿。好，后来我姐姐走过来，诸位朋友，你会怎么处理？我的姐姐马上啊就跟她儿子讲说，伟伟啊，哇，你怎么这么小就这么懂得孝顺父母，还懂得帮妈妈擦桌子，真乖呀。哦，她本来这个才这样擦，好，越擦越有劲。所以孩子啊要透过我们多鼓励多肯定，就会把他的潜能啊激发出来。接着他擦完以后啊，他母亲又跟他说，说小伟啊，擦桌子啊，假如4个边边角角都还很仔细的把它擦干净，哇，那你这个桌子就擦得很完美。一来肯定他的孝心呐，二来呢又教他做事的方法。所以我这个侄儿很爱干净，那个3-4岁啊，棉被啊都是自己折，看起来就白白净净的。所以这个从小给他的态度就很重要。所以当这一位母亲啊假如跑过去气冲冲的，哎呀你搞什么啊，走开，
啊，不要再捣乱啊！你这一只手给他推了两次，推了三次，他以后会不会过来？不会啦。所以当父母的要抓住机会教育啊，不然很多好机会当面错过了。等到啊，他已经都不会帮你做家事了，那时候你再来生气啊，也于事无补了。很多家长都说，你只要把书给我念好就好，其他的事啊都别管，这样好不好？你看他只有会念书，其他事啊都不做，对他来讲，他信不信任自己做事的能力？不信任。他越不信任，他就越不敢去承担工作，越不承担，会不会有责任心啊？就没有啊。所以这个都是连带关系，我们啊要深思熟虑。孩子多去活动啊，对他的筋骨啊有很大的帮助。在活动当中，孩子也会感受到，原来母亲呢持一个家真不容易，我才拖客厅的地啊就累了，妈妈还要上班，回来还煮饭，还要做那么多事，他一边拖啊，心生感恩。所以俗话说洗脑啊，他真正付出，真正去劳动了，才知感恩，才知付出者的辛苦。所以不能让孩子不劳动，绝对不能让他养成懒惰的习惯。那我们再看看生活规律，为什么孩子生活没规律？我曾经问过我的学生说，今天有吃早餐的举手。哇，很多啊，差不多一半都没吃。那我接着就问，那你妈妈没煮吗？他说我妈妈还在睡觉。他的早餐啊就是几个铜板摆在桌上，上面写的两个字叫早餐。家长出钱呢，请问出钱的家长有没有真正去了解过那几个铜板有没有转成早餐？有没有？你们怎么知道？转成什么？转成电动玩具，转成色素一大堆的零食。这孩子假如吃这些东西啊，吃个半年一年，体质绝对直线下降。很多都是去打电动玩具啊，都没吃。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当老师要关心小孩，关心学生，所以我发现呢，因为我教的是六年级，六年级正值发育啊，肚子特别容易饿，都差不多十点多哈，就咕噜咕噜叫了，所以我的抽屉里面啊，随时都会放着饼干，所以他们都很爱我的饼干，啊，所以这些小朋友都会过来。那很多基本上啊，九点多十点，你看他在上课的时候啊，脸色就有点发青了，肚子饿。一了解下来，他的铜板没有变早餐，拿去花掉。所以我们为人父母啊，要让孩子生活规律啊，自己啊要当榜样，要让他的三餐正常，我们也要多付出一点。而你这一些付出啊，对孩子将是一生的影响，不管是他的身体还是榜样，对他都很重要。那诸位朋友，这一些坏习惯呢，你相不相信呢，
只要长了一个善，全部都解决。长哪一个善呢？百善孝为先。这一句话，随着你深入圣贤教诲，你的体会会越来越深。所以这一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孝为百善之首，孝为百善之首。第二个意思是孝心开了，百善自然就开。我们来看看，一个有孝心的人会不会自私？不会啊。一个有孝心的人会不会顶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诸位朋友，不要小看弟子规，一个入则孝啊，就解决你所有小孩的问题。当他知道身有伤贻亲忧，他会不会生活颠倒啊？不会。他会不会没责任心？德有伤贻亲羞，他会很勤劳，因为亲所好力为具，希望能让父母啊欢喜，让父母安慰。所以孝心一开，除了对父母孝敬，对兄弟呢有爱啊。因为兄弟发生冲突，谁最难过啊？所以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那我们也体会到，一个人真有孝心，他对其他人的父母啊，也会有恭敬之心。所以推而广之啊，他这一份孝，这一份敬，会对一切长辈。那他会不会去欺负别人的孩子？不会。因为他知道，当别人的孩子受伤害，他的父母啊最痛苦，所以他这一份同理心就会自然而然延伸开来。好，所以一个人的仁慈之心是从这一个原点，从这个父子有亲这个孝道啊扩散开来。所以学入则孝啊就特别重要。那我们进入入则孝，教孩子孝，首先要告诉他为什么要孝。所谓知恩啊才懂得报恩。所以我们会引导孩子去念父母的恩德。那一开始我们会说，在两三千年前有一位圣者叫佛陀，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学生走在郊外，刚好看到一堆白骨。佛陀啊把这白骨分成两堆，一堆颜色比较洁白，一对颜色比较灰暗。那学生也很好学，他们知道啊，心有疑怎么样？随杂技，救人问，求却意，所以懂得啊，学问学问，要懂得发问。那佛陀接着就跟他们说，他说：为什么这两堆白骨？一堆比较洁白，一堆颜色灰暗。这一堆颜色灰暗呢、啊，是女人的骨头。那女人的骨头为什么比较灰暗呢？因为啊，当母亲要怀胎十月，在这个怀胎十月过程，孩子所有的营养啊，都必须从母亲的血液中啊输给小孩。那当小孩的钙质不足，就必须从母亲的骨头当中怎么样渗出来。所以怀胎十月
很辛劳。我们曾经呢、啊，就给孩子做过一个活动，教他们呢、啊，拿一个鸡蛋，然后呢放在身上，叫一日护蛋活动，就告诉他们，你今天呢感受一下保护一颗蛋的感觉，只要一天，看呢能不能把它保护好。结果孩子一开始怎么样？小心翼翼，差不多过了一两个小时就怎么样，就差不多忘记了，所以就听到很多声音啊。到当天最后一节课啊，剩下没有破的寥寥无几，所以老师就引导他们，他说你看你们才守一天啊就守不住，假如你妈妈像你一样每天蹦蹦跳跳，你一生出来啊，这边青一块这边紫一块，所以你看母亲十个月都要很谨慎的保护你，而且你的体重啊一天比一天重，母亲在怀胎的时候啊会有生理反应，会呕吐，吃不下饭，但是母亲吃不下饭的时候啊还勉强自己一定要把食物吃下去。诸位小朋友，为什么母亲都没胃口了还要把食物吃下去？为什么？为了让他的身体有营养可以输给你，所以纵使他很难过啊，他也会勉强自己把食物吃下去。所以诸位小朋友，你可不可以偏食？你看妈妈为了你都愿意啊把食物吃下去，那你也应该啊回馈妈妈，不要偏食，该吃的营养的要吃下去，让身体强壮，让妈妈欢喜。所以我们这样引导啊，孩子就会感同身受。那怀胎十月的时候啊，体重很重啊，走起来都不容易。我们也曾经呢拿篮球给孩子放在身上，让他去感觉，因为很多啊你要去感受啊才生得起那个感触。那接着呢我又会引导学生，我说老师曾经了解到啊那个产房生产的那个床啊旁边有两条钢柱这么粗，结果那么粗的钢柱啊都弯掉了。诸位小朋友，什么力量啊让这个钢柱弯了？小孩就说啊，痛的力量，因为母亲生产啊很痛，所以抓着这些钢柱啊，这两条钢柱啊，这日积月累啊，钢柱都被这些力量啊给拉弯了。生产的痛是比癌症啊还要痛，很多癌症病患为什么自杀？痛的受不了啊，结果母亲居然是承受比癌症还要辛苦的痛。结果父母母亲把孩子生下来第一句话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什么？孩子啊健不健康。所以母亲啊对你的疼爱可以把这么样的疼痛啊完全抛在脑后。所以这样的恩德啊我们这一辈子啊都要记在心上。接着养育教育哇那更是辛苦。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还没生孩子以前啊常常想赶快把他生出来，
结果生出来以后啊，觉得很想把它放回去，所以养育的功劳啊大过生育啊。因为多少的夜晚都要跟这些孩子耗，他假如晚上不睡觉，家里的人就必须怎么样，轮番上阵做接力赛。因为我也做过，我就刚好外甥不睡觉，我也排到班，但是呢我接棒差不多20分钟就撑不下去了，那个手都快断掉了。所以我抱着我这个外甥，我就对他说，以后你对你母亲不孝，我就第一个好好的责罚你。因为啊，多少的夜里啊都是母亲啊辛劳啊让他入眠，陪着他熬夜，那多少次的生病啊都是父母在半夜当中带着孩子啊去看医生，多少天啊担心着孩子的下一餐啊怎么办。所以这一些生活的压力、教育的重责啊，时时都担在父母的身上。所以佛陀告诉学生啊，父母的恩德啊，我们这一生是不可能报得了，我们应该啊尽心尽力来做到为人子的孝道。那我们跟孩子讲这个整个父母的辛劳，在讲的过程啊，有些孩子也会感动的掉下泪来。那我们进一步啊就跟学生说，说对父母的辛劳啊我们很感动，那掉了眼泪之后要怎么办。你真正感受到父母的恩德，那你就要企鹅啊去做孝顺的行为。所以当你能够做到《弟子规》里面的一条，那你就是尽到一份孝心。当你啊把《弟子规》通通做到了，那你的孝啊就做得很圆满。所以当孩子起了知恩之心，我们进一步啊引导他要报恩。那从哪里例行孝道呢？我们来看《弟子规》这一段经文，来，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好，父母呼，应勿缓。这个是提到啊，对父母讲话的态度很重要。其实一个人的道德学问啊，从哪里看出来？从他的一言一行。所以孩子对父母讲话的态度对他影响很深远，当他所形成的是孝心，是恭敬心，那他的学问啊就扎得很好的根基。当他没有这一份孝跟敬，他升起的是什么心？可能是傲慢，可能是不恭敬，这个很有可能啊就毁了他一生的道业。我这么讲不夸张，大学里面有提到啊，一个人假如要对社会国家贡献，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要怎么样？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那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所以孩子要能诚意
正心，他才能修身齐家。所以长养孩子的孝跟敬，就是正他的心。那如何诚意正心呢？必须格物致知。这个格物啊，就是格除他的物欲，格除他的坏习性，而不耐烦傲慢呢、啊，就是坏习性。所以从小就能够啊，把他这个坏习性转化掉，那就是格物致知了，就能诚意正心。所以大学问呢、啊，都是从小地方开始扎根的。那我们思考一下，现在的孩子，你叫他小明啊，他会怎么回答？干嘛？哦，标准答案。现在假如有一个孩子，你叫他，他走过来，叔叔，你有什么事吗？哇，你会突然对他怎么样？肃然起敬。现在真是硕果仅存的孩子。所以孩子要教啊，很多家长我说呢，孩子从小要教他礼貌，看到长辈要叫人，他说叫人，他能对着你笑一笑就不错了，还叫人。诸位啊，这样的对孩子的态度对不对？你看啊，我们现在教孩子把标准怎么样降低，会造成什么结果？一代啊，你看结果不都呈现出来了吗？所以教孩子的标准绝对不能因为时代而改变，你抓住原则，孩子就能学到这样的水准。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父母叫你的时候要赶快过来，爸爸妈妈有什么事吗？当然我们做长辈的要先怎么样，先做给孩子看。当爷爷奶奶叫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恭恭敬敬啊，去演给孩子看。纵使你现在演不出来，也要怎么样，习惯就成自然。所以当我们做出这样的态度，这种孝亲跟恭敬的气氛呢、啊，就会渲染，就会啊，在你的家庭形成风气。好，除了父母呼，应勿缓。好，这样的恭敬心，除了对父母，还要对谁啊？对师长，也要师长呼，应勿缓。还有没有？长辈呼，应勿缓；上司呼，应勿缓。假如你明天去上班，你的上司叫你，你马上跑过来，经理，你有什么事吗？哦，你经理马上说，你今天有没有发烧了？所以没有关系，从我们开始改变，整个地球都会变。好，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好，所以学习要举一呀、啊、反三千。好，要能这个从我们的内心，所谓心行一主，心是根本，所有的行为都从你的心呢、啊、延伸出来。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心真正恭敬啊，那他会对一切人都恭敬。所以《礼记》第一篇《曲礼》开头就说：“曲礼曰，无不敬。”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恭敬。诸位朋友，一个人对父母、对兄弟、长者都恭敬，对父母交代的事
他会怎么样？同样尽心尽力。所以当他对人尽，对事就会尽；当他对人恭敬，父母辛辛苦苦赚钱买的食物，他会不会糟蹋？不会啊。所以当孩子对人懂得恭敬，对事对物自然而然啊，也会心生恭敬。所以诸位朋友，恭敬心太重要了。好，那对孩子要不要儿子呼应勿还？好，你不要说，蔡老师说对一切人都要恭恭敬敬。好，今天回去你儿子叫你，你马上跑过去，儿子有什么事吗？那你就学呆了。孩子，我们是长辈，他是晚辈，所以我们要让他对我们恭敬，要去成全他的恭敬心。所以应该是啊，孩子假如今天说爸爸你过来一下，你要不要过去？不可以。要说你怎么不过来，然后呢他过来再跟他说，来我们一起来学弟子规。你不要又开始训斥他，不要，要循循善诱，跟他一起学，他自然啊，在这些圣哲的故事啊，他会心生效法。所以呢，我们面对不同角色啊，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运用学问。好，有一位老师啊，他的孩子刚好有一天在他的门口啊，给他敲门。那他的婆婆就走过来，可能是要叫孙子啊吃东西。就他孙子呢，马上就回了一句话：“你别吵了。”怎么办？你看孩子对奶奶怎么样？不恭敬。所以教育啊很重要，要慎于开始。你一发现就要赶快处理，不然等他习惯了就很难改。所以这一位老师很有敏感度，马上开门跟他的孩子说，跟奶奶道歉，马上啊纠正他讲话的傲慢不恭敬。这个孩子呢死都不道歉，不愿意道歉。结果啊他的婆婆就说，哎呀天气这么热啊，别道什么歉啊。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啊，这个在考验我们为人父母的智慧啊。结果看孩子不道歉啊，这母亲马上就说了，她说，妈妈，孩子没有教好啊，是我的过失，我跟你道歉。这个妈妈话才说完呢，儿子眼泪啊就掉下来了。眼泪掉下来代表什么？有惭愧啊。好，接着啊母亲啊又告诉孩子，你看你对奶奶这么不恭敬，奶奶去念念都想到你，怕你太热了，你有没有看到奶奶的心啊都是时时为你着想。当媳妇的要帮奶奶说话，这个奶奶听了以后啊很感动啊，然后就走了。所以这个婆媳关系因为这一件事啊会有很好的发展，因为奶奶觉得这个媳妇知道我的心啊。那接着呢，这个孩子啊他妈妈就跟他说，你今天呢、啊、晚上要写日记，好好反省一下。就这个孩子晚上写日记说，他有两个我，一个是很善良的我，
好，一个是呢不善良，好，那个不善良跟善良在那里什么呀？拔河。诸位朋友，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挣扎，长大以后有更多的什么挣扎。但是假如孝心从很小就扎根，他人生就不会有这些矛盾了，他人生也不会有因为不恭敬、因为坏脾气啊，做了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当孩子一犯错，我们为人父母的也要很敏感，赶快啊去处理。好，所以我们这一句教诲啊，父母呼应勿缓，要恭敬父母命，行勿懒，也是恭敬。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都是对父母的一份恭敬心。其实当一个人能深刻体会父母的恩德啊，他那个心境啊就自然柔软，自然恭敬。记得我姐姐出嫁的时候，我是独子啊，所以是我去帮我姐夫开门。好，一路啊有很多迎娶的礼仪。好，其实这些迎娶的礼仪都有它的意义在。其中有一个礼仪啊，让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迎娶最后，我的姐夫啊带着我姐姐拜别我的父母，我就在旁边观礼。当我姐姐跟姐夫啊跪下去的时候，我的父亲啊眼泪瞬间就蹦出来。我父亲那一滴眼泪蹦出来，瞬间我的眼泪啊也掉出来。我在那个时刻感受到啊一个为人父亲的心境。父亲照顾这个女儿啊20多年，不知道啊操了多少心，不知道啊挂碍了多少事情，念念都希望啊孩子长得好，孩子啊书念得好，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归宿。所以父亲那一滴眼泪啊是还有这么一点安慰，今天终于啊帮女儿找一个好归宿，是那一份欣慰的眼泪，感动的眼泪。而父母对于子女的关怀辛劳啊，是不是嫁出去就不操心了？不是啊，而是啊一辈子的爱护。所谓母活100岁啊，常忧80儿啊。母亲纵使活了100岁，80岁的儿子在他眼里啊还是他的小孩。所以当我的内心啊感受到一位为人父亲的辛苦辛劳，我对我的自己啊，我对告诉我自己，这一辈子啊父母的恩德都报不完，绝对不能再对父母啊讲一句忤逆的话，讲一句啊不恭敬的话。所以因为有这一份体会，所以自然而然啊看到自己的父亲啊就会心生恭敬，心生欢喜。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念念啊把父母的恩德放在心上，自然而然成于中啊行于外，我们的恭敬的言语跟行为就会表现出来。父母命
行勿懒。我们答应帮父母做的事啊，不可以懒惰，答应了要赶快去做。这个我们要求孩子啊，就很好用。你不是说要去洗澡吗？好，赶快去洗。父母命，行勿懒。当你跟孩子都有取得这个共通语言，我们都是一起啊，要遵守孔老夫子的教诲。孩子跟你有共通语言，你就很好沟通。好，那我们要反思，我们长这么大了，父母命令，父母交代我们的事，我们有没有行勿懒？我们面对的亲友啊，答应的事情最容易跳票的是哪一件事？是跟谁的事情？是跟最亲的父母，甚至于是跟最亲的先生太太。跟我们最亲啊，都是对我们的人生最重要最有恩德的人，结果我们反而很容易啊对他不守信。什么原因呢？因为对客户不守信就没钱赚，对父母不守信还可以找找借口，哎呦我最近很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人啊要省思啦，我们应该对父母啊更守信用，这样才是正确的态度。当然对父母守信，应该对一切人啊都要守信用。所以今天上完这节课，我们要想想有没有曾经答应父母的事现在还欠着，要赶快去做。在深圳啊，有一位老师，他刚好听了课啊，就说啊，我前几天呢，刚好回家，看到我爸爸拿一只啊很不好的刮胡刀，我就跟他说，爸，这个那么旧了，不要用了，我去给你买一个，马上就把他爸爸的刮胡刀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结果就忘记了。他爸爸已经气了好几天了。他突然听完课，哎呦，才想起来，赶快啊，打电话回去跟他爸爸道歉，赶快安排，买了之后赶快寄回去。结果无独有偶啊，有另外一位老师呢，也发现呢，答应爸爸要买刮胡刀也没买。所以人确确实实啊，需要被提醒。所以你身旁有好朋友，你常常能够看经书啊，就能够常常看到自己还有哪些啊不足之处。好，古代很多的孝子啊，他不等父母命令啊，他都能够去感受到父母的需要，自己啊主动去做。在三国时代，有一个孝子叫孟宗，大家可能听过孟宗哭主。他看到母亲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吃不下东西，突然很想吃竹笋煮的羹汤。他一看，因为母亲呢长期胃口不好，脾胃都衰弱，突然很想吃一个东西啊，一定会，假如吃不到一定会怎么样，很痛苦啊。所以他呢就走到竹园里面了，在那里哭泣，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一份孝心，这一份真诚心呢，眼泪滴下去啊，感动了什么？感动了竹子啊。我们的眼泪
去滴滴看能不能感动。那时候是冬天啊，基本上是不会长竹子，但是他这一份孝心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竹子是植物啊，日本的江本胜博士已经研究出来，人的意念啊，可以影响矿物啊，可以影响水。当人有善的念头啊，水就会结晶得很漂亮。当人有善的念头，人很肮脏的湖水啊，都会变得清净。所以大自然跟人心啊，是呈现一个互动，呈现动态。所以古代这么多的孝子，为什么能感动竹子，可以感动很多的动物，甚至于感动最凶猛的什么老虎，凭的都是他的什么孝心。这样的好戏啊，我们的老祖宗啊上演了几千年，这样的好戏啊，我们应不应该继续演下去？应该啊，只要我们能够学到他们的孝心，一定可以啊，在我们的人生上演一出一出感人热烈的好戏。所以他的母亲啊，吃了这个竹笋煮的羹汤，病就好了。所以真正啊，孝子能够让父母宽慰，让父母啊身体健康。所以父母命，行勿懒。下一句，父母教，须敬听。父母啊，教训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恭恭敬敬的聆听，绝对不能一言九鼎。好，那假如父亲他在训斥我们的时候，讲了十件事，其中啊只有两件事是真的。8件事啊，你觉得呢？是他误会你的，你要不要马上就把他顶回去啊？要不要？不要啦，因为在训斥我们的时候，正是气头上啊。这个时候，你只要说是，是，可能你父亲本来火气很大，慢慢怎么样，就消下去了。等他骂完你，他的情绪啊。已经平和许多，突然又想想，啊，我好像骂儿子骂怎么样？骂过头了，他可能哎，就会很主动的，削一点水果，来来来，一起吃水果，打打圆场。这个时候啊，你也要很自然的，走过来，当作若无什么其事。你可不能。马上又说：“爸爸，怎么样？要跟我和解了吗？”不要这么死脑筋，我们要顺势而为。所以，当父母对你的责备，你都没有回嘴；对你的误会，你都能够平心静气去接受。你父母啊，对你的尊敬啊，对你的佩服，会怎么样？提升。当父母越尊敬你，以后啊，你跟父母就很好沟通，他慢慢会觉得谁最值得我信任，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女儿。好，所以父母教啊，须敬听。好，那假如你的父亲有心脏病，那你也要啊，视状况而定。比方说，他看到你骂得很凶，已经心脏病要发作了，
你还要站在那里，父母叫，需静听，要不要？所以求学问要学得怎么样？很灵活，是念念啊，为父母着想啊，你就知道啊，当下应该啊，怎么样进退才得当。好，下一句，父母责，须顺承。父母有责罚，甚至有打啦，我们呢、啊、也应该欣然接受。想想为什么父母这么生气，我们的过失啊到底在哪里？有一次啊，曾子的父亲因为曾子犯了一个错啊，他很生气，所以拿起一根大的木棍啊打曾子。曾子因为说父母责，须顺承，所以动都不动啊给爸爸打。结果呢，爸爸出力啊过猛，把他打晕了。结果这一件事啊传到孔夫子的耳中啊，他就跟学生讲，曾子这样做啊不孝。为什么？孔夫子就说啊，父母在生气的时候啊，情绪比较控制不了，假如失手刚好一棒打到你的头上去了，那儿子死了谁最伤心呢？对呀、啊、所以孔夫子说，小杖则受，拿小棍子哈、哦，可以乖乖的接受处罚，大杖、哦、用跑的哈、哦，以前的人比较斯文啊，大杖则走，所以看父亲拿起来的棍子可能会打死你的，赶快怎么样？赶快跑啊，不能陷父母啊于不义、哦、所以诸位朋友，学圣贤学问啊，要能灵活运用。好，所以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啊须顺承。我会问学生，我说你每一次被妈妈爸爸骂完之后，你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孩子的答案是什么？好衰哦，好衰哦，被爸爸看到，被妈妈看到，下一次不被看到。所以我们观察到孩子在接受父母教诲的时候，他的心态啊不对，所以你要适时啊替父母讲话，把他的态度啊扭转过来。所以我们会跟学生讲，我说当你的父母在责罚你的时候，当他在生气的时候，其实啊他的身体已经怎么样受伤了，所以啊发一次脾气啊要几天身体才会恢复正常？要三天左右。所以你看有没有人喜欢骂人呢、啊？那骂人对身体这么不好，所以你的父母是因为啊要让你记住这个教训，以后不要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所以他宁可啊发脾气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不愿意啊你学坏。所以你要能体恤父母这一份存心，为了让你的道德学问能提升啊，不会堕落，所以他才要教训你责罚你。所以你要对得起父母的这一份关怀爱护。所以父母爱你的方式啊，有时候是对你轻声细语，有时候啊却是对你非常的凶，所以同样都是对你的这一份爱心你要体会。
那我们要对得起父母的教诲，这个脾气不能白发，不能白让父母身体受伤害。所以我们记住这一次错误，要懂得挨骂要能换得什么进步，要学习孔老夫子的好学生颜渊的德行，要能不恶过。所以这一次被父母骂完了，一定要记住下一次不能再做让父母啊生气伤心的事。所以当孩子有这样的心态，他就不会觉得很衰了，他所记住的就是下一次不能再犯。好，那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